来看看这两个宝贝起床了没有，我拿这个大鳄鱼啊，我来吓唬吓唬他，我让他一天天的傻睡，都几点了，都九点了还在这睡睡睡。哎，我看看人呢哪去了，哎，你看你看还在傻睡呢，还在那睡呢，哎，撅着个腚还在那睡呢，看我怎么吓唬他，我把他给吓跑，这个大鳄鱼啊可可怕了，你看一摁，哎哎哎，怎么不响了，哎，吓唬让他不想拉倒吧，我看看他，一二三，哎呦我去的，还追不动呢，哎呦我去的，哎呦我天哪，哪去了这是，哎我让你去看，我塞在你的被窝里，哎嗨，假的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，那假的玩具，气死我了，哎呀，吓唬吓唬这个臭二宝，这个臭二宝在小二楼呢，我来上那个楼梯，我来吓唬吓唬他，看他害怕不害怕，他的胆子啊最小了，哎呀哎呀我的天哪，哎呀我天哪，都鼓个大包了，哎呀个撅了个腚啊腚，哎呀还在那睡呢还在那睡呢，不撩开他，哎我的天哪，哎哎哎呦我的天哪，还拽不动呢，嗨让你睡，嗨让你睡，我塞在他的被窝里，哎好，塞进去了，看他以后害不害怕了。什么破玩意儿？你怎么不害怕呀你？赶紧起床了。